哦，您这个案子做得够大的，肯定是，我们这个案子最终要阿伟讲，只是要在虚拟货币赚那个金融的钱，哎，对啊。要做到异业联结盟，跟这个啊，哦，这个一个大企业。老师，那个 APP 现在的价值啊，它其实不是只有它 APP 的价值本身了，它其实就是要做一些串联嘛，对，我知道。才会更多人去使用现在嘛。大家都在收集大数据啊，都能哦。对。它其实现在其实因为我们像，因为像我是在软体公司啦，它其实现在这种大数据啊，那种客户决策平台其实很重要，那运用的很广，对啊。对我们这个年代的真的是不可想象。好，各位继续。好，那接下来是那个老师，我是江小文哈，那接下来那个行销推广的部分是我这边来报告。行销推广，哦，对，就是我们要推广这个 APP 嘛，就是增加它的会员跟使用率这样子。你们好。跳来跳去，产品开发、行销，都跳来跳去，对了啊。我那顺序可能会再搁调看麦啦。好，好，麻烦下一页，谢谢。其实我们的市场定位很清楚哈，就是我们的关心人、我们的客户啊，其实是锁定30到60岁，然后比较城市都会区，然后可以接受新科技，然后新观念，而且他有一定的收入经济基础哈，然后他也很享受生活，然后重视这个环保概念啊，然后很愿意分享。然后，而且是使用电动车在城市中移动的商务人士。好，麻烦下一页。那个那我们其计实，划的不是嘿，你的，对，啊，是你的定位啦，嘿，30到60岁，啊，未来不会电动，对，我就不是你的定位喽。这个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抓的一个 TA 啦，对，但是那个年纪没有一定的限制啦，就基本上你只要是有使用电动车，你就会是我们的 TA。应该你的市场定位是使用电动车子。对，重点是使用电动车。那我会抓这个岁数，是因为我有去主技术查了一下资料嘛，因为其实电动车现在的价格其实并不便宜啦。那其实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那其实像老师这样的年纪，有这么好的经济基础的那个的 T 的人并不多啦。我没有啦。好啦，那麻烦下一页。那其实，在那个行销推广的部分啊，我们制定了3个阶段啊，我大概这边大概规划3个阶段。然后第一年呢，因为其实我们第一年那个 APP 它那个软体还在写，还在建制嘛。但是我们就要去做一些品牌的建立，然后去制造一些话题，因为其实行销的东西它需要一些时间的去熟成哈，才会得到它一些预期的效果哦。那第二年呢？因为我们的那 APP 平台已经东西已经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就是开始会去做一些推广，然后也会导入一些虚拟币的应用啊，然后再来是第3年，我们会去结合一些虚实结合，然后跟业务拓展。就刚刚嘉君提到，我们会有一些异业结合业务拓展。那另外我们会利用一些社群平台或是像那个 Podcast 去创造一些声量啊。那麻烦下一哎，页。你跟汉伟在当初规划的第一年，有没有相结合？差不多啊，因为其实第一年我们本来就是那个，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有导入虚拟当币然嘛，到了第5年计划里面了，对，但是对它是5年计划，但是他第一年不是要品牌建立的，他先。靠，汉伟，你有没有在线上？有，我有在线上，我有在线上。这个他行销跟你的第一年计划有吻合吗？我们第一年应该是说，它的品牌建立会建立在一些的共享车位，或者说公有的停车场这些，让他们知道说有我们这样的平台。所以这个
跟我们行销第一年推广，其实跟业结盟，这都是同一个行销的手法，因为我们都是要透过饭店啊，然后大卖场啊这些地方，让他知道说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，有这样的服务，那让整个充电桩可以更普及，所以这都是在行销里面应该都可以结合的。OK， 对我比较兴趣的，那个小人，你品牌怎么建立？其实因为其实我们都就还是一个公司嘛，那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公司的定位。麻烦下一页。其实我们其实要品牌建设，其实我们要做几件事情哦，就是一般我们行销实际在。